时候啊，农历7月12呀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姐，我准备什么呀？这不是你的事儿吗？我的意思是，7月12这天，你得帮姐姐。神的闪过，紧张的回头，太阳会从西边升起，月亮会从东边落下，数不清的原因打乱了心跳。在平行世界里，他们也会是相爱的恋人吗？花会怎么开呢？水会怎么流呢？温柔会漫过山腰吗？